好，今天我自己一个人来开箱。那我拿自己的。耶、yeah! ！我们一起来开福袋。福袋。我们在那个。这是全家的福袋，这样子。可以先开了吗？可以。这是全家的。哥先。一个来。等一下，我要讲啊！你知道它里面的奖品，我有看到里面是什么，知道吗？Porsche 修理车、欸，而且我希望你可以帮我开到。你今天看谁的运气最好吧？我们这边。等一下，不要动！哎呦，放开！它这边有做记号。叮。这边都这两个都没有。你不会那一个？哎呦，就。他运气好，对，来，先看阿佑，我要看。阿佑可以开宝石姐。这个是那一些饼干而已啊。为什么开？还有红包。这个是延续线。耶！开。泡面。哦，泡面。好，看一下大家。海酒。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泡面，海酒，还有什么？拿出来啦！拿出来。这什么啊？大家来看一下有什么。洋芋片。这个小孩不行啦，这个小孩不行。对，这是我的。这是大，等一下，还没换呢。那拿出来看没关系，不要藏起来。巧克力。然后这个。这都我哎，这有一半以上都是我吃的，这个没了。对啊。空了。对啊。啊，就这样。好，那这给我，那这给我。来。哦，还有折现金。Yuna 让 Yuna 自己开了。这是有这个卡，小双的红包商品兑换券。我们这是没开到他最爱的鲜虾面的彩虹卡。哎，为什么你为什么有这个？等一下，也就你们一直猜，我根本就一阵混乱，我根本不知道。哎，奶奶，这不是什么？哦，你们爱吃的葡萄干嘛？葡萄干乌梅啦。为什么还有红包？还有红包袋。等等。为什么这里有红包袋？3个9。红包袋是礼物。哦。3个厚币。也研究好了吗？我们要说哦，抽宝石。哦，抽宝石节的话呢，是要参加序号去抽奖。然后才知道，然后有一个三，他是头奖，然后三奖的话呢，我们开打开就有一个奖是明谢惠顾，然后普奖的话呢，你是现折150元这样子，买虾皮购物金现折150元，这个呢，异业优惠的话呢，买3个9寸的披萨的话呢，这样的话大家们都看得到。你看每个那个异业优惠是这么不一样的，但是就是大家可以拿它上面的序号去抽 POS 这样。那这一张呢？不是，不知道，可能是。这一张就是礼品券呢、啊。对，它上面会写是什么？你要扫啊！他说要扫啊 ！QR code 来扫。那我是扫。你要吃什么？手机扫。你要吃这个吗？你要吃这个。我的，他们最爱吃的这个鲜虾面，我都还没开完，你们就一阵慌乱。我真的呢，好，一个，可以吃那个啊，吃这个，这个彩虹糖好吃哦。哥，我觉得我的厉害耶，你的厉害。来，我来吃自己开。只有我那一张，哎，我这张没有卡哎。啊，因为那张没有卡。我拿这个。好，我也是明谢惠顾。巧克力豆。来啊，看完我了。海酒。我里面有跟 Yuna 一样的啦，这个饼干。啊，那个。泰式虾味鲜。然后一样是葡萄口味的可尔必斯。那你的？跟 Yuna 一样，你也有莱克。跟 Yuna 一样是，哎，我这两组是一样的。哦，
我现在知道那个钉是什么意思。是不一样的，然后也有这个，然后也有彩虹糖，然后多了一个乐事的烤鸡，哎，它也是啊。鱼没有啊。Yuna 也是，但我多了一个。哒哒哒哒哒。是什么？天竺鼠车车。他现在。魔啊！魔狼啊！就这样开完了。对，我就这样开完。怎么觉得有点空虚？有最近便利商店放很多这些，就是对对对 ，Seven 其实也有。那我这是全家的，全家好不好？不在，不在谁？我要来检查是不是有漏网之鱼。那你要家门要吃吗？家门吃。家家，乌梅吃了。乌梅。家家。对，这个可以慢慢。只有我们有的，所以我们家在小区门口看。这个，哎，扫这是这是全家的商品兑换券。对啊，要什么？啊！商品兑换券，这换什么商品？哎，不知道。希望我是要扫 QR code 吗？希望可以兑换什么？好吧，大家可以去就是抽抽看，因为这是还。哎，你帮我拿我的手机。还蛮好，就是这是还有趣有趣的福袋。就是看一下今年的那个运气好不好？当然，我以为可以马上知道保时捷在哪里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去年也是。不要吃太急哦。喝 water。妹妹 water。妹妹 water 在哪里？我。那个纸巾。那特别写商品兑换券，却没有写说是什么商品。就是希望就是我们的运气可以用在彩券上面，对啊，不然就是福袋。它应该是只有那个什么开奖立刻有中的话呢，是那个三奖到十奖。哦啊，我看到了，在下面啦，咖啡一杯啦。在哪这个？哦，咖啡一杯。就是美式咖啡，只有 Yuna 那一张有。谢谢。为什么是黑色？只有 Yuna 那一张有中。对。我其实我家的都先组组车车。好，看一下三奖到十奖是什么？对。看看我们的运气。三奖是 KK 的那个国内旅游，然后哦，四奖是 Switch 主机跟折纸王国。然后那个，我们有五奖蛮适合你的。五奖是那啊，虾皮购物10000元是的。对。六奖应该你会爱，是俄罗斯娃娃系列一张锅，我觉得那锅子就是 Tiffany 绿，看起来不错。出来是锅子。啊，还有那个什么 Tiffany 的手链这样子。这个。八奖是哦 ，GoPro 的那个运动项链 ，Apple Watch 的手表。Apple Watch。然后十奖是专属好礼38605名这样子。零五名，我以为38605元。对。好啦，就这样子了，好不好？他们还要开始要分零食了，就是这样。大家们拿一个，跟大家分享，好不好？拿一个，拜拜。妈妈，好，爸爸，妞妞。